恭，尊道恭，讲师好，讲师好。各位前请大德，大家好，请坐下。坐下。目前人，各位点灯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组长、堂主，大家早上好。任早上好。今天由目前来学习那个布置的时间哦。修仙那个那爱当下，小天主逼，做书红烛。书尊书二就是老大人的大音大节，加上咱何老千人的五大仪式，咱千人念完书，苦心的栽培，用心的教育，所以呢，咱才有这次的机会呢，来这开班。啊，这拢嘛是天恩殊德，吼、哦。但是我刚才讲讲，如果若不是天恩殊德呢，咱就无迄个因缘，相助于遮开这个法会。啊，我们的有哪准备一个地方的有哩咱耳挖，所以这阵呢会当放较平常些嘛吼。啊，因为咱听讲，咱拄啊江苏甲咱讲讲，我欲如何过一生，伊拢甲咱讲较真啊清楚嘛吼。啊嘛讲，因为个人的人生其实无同款。但是咱要过什么的人生，完全是在咱家己去控制、家己去掌握的。哦，啊，所以其实人生过程当中就是安尼啦，就亲像我家己写的标题讲，一天一天呢，就是一点钟、一点钟、一点钟安尼过。一年呢，一年呢，就是。一个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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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尼一样过，所以你啊看咱刮一个头，刮一个目睭一个哩，进过十二岁啊，啊今年呢又过特别过啊，啊咱一生当中呢是由一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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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尼过去，过到咱生命结束，安尼叫做人生，哦。啊，人生要怎过，完全是在你的掌握当中。所以呢，咱我刚出个人讲个讲，人生呢有作者不如意，人生呢有作者无常，人生呢是一个苦海。所以呢，咱应该要好好去体会啦吼。啊，今仔日呢，我要甲咱研究个呢叫做熟悉的所在。咱先来听歌吼。熟悉的所在，啥物是咱熟悉的所在？咱要家己去回想。有当时啊，咱若出外，上爱熟悉所。所在一块，就是咱的厝。啊，咱来到这个世间轮回六万几年，啥物是咱上界熟悉的所在？就爱赶紧甲人醒。
你若无行动，你若无去付出，你若无去牺牲，永远总是遐感动尔啦。感动会有成就的，没有成就。你绝对爱行出去，你才有成就啊！哦，千万个理念，需要你一个实践。哎，那个实践呢？多好稳定呢，咱来听道理嘛，多好嘞。但是听归听，伊敢有热情去改？所以为什么讲修行学生无什么撇步，干那个改脾气无变尔？咱的脾气是不是无变有改的？今年有比去年较进步无？迄个是有热情呢？迄个有咧实践呢？有当时啊，咱拄仔讲讲个讲，咱来学堂，谈拢好，谈拢好，拄着代志你也嘛袂生气，但是转去到厝嘞，无闲就过来啊，就是像咱阿叔前讲个讲，即个看人个关桥啊，关桥啊吼，有当时啊关两三点钟吼，关袂起来啊，但是咱即阵呢，一句话就关起来啊。咱会家己去督促家己，去节制家己，哦，唔通凊彩方便关键就发起啊，哦，所以咧，人生过程当中，咱爱去注意啊。啊，所以大家讲，但是我刚说来讲，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嘛。但是我看啊，有看到老师的一篇新闻。一个叫万事如意，你知影老师知影讲，咱人生不如意的代志呢是有八九，但是伊特别做一篇万事如意，就是要予咱呢，你这个人世间做代志呢。拢会当事事如意，伊安怎讲呢？我用国语读落去，啊，等下较用这个泡泡来讲。伊讲一个一个的事体，轻轻放在你的生命里。修道人遇到问题，你是心平气和，心平静气。珍惜感恩，还是习惯满腹的怒气埋天怨地。如果你对上天的一切安排，你都心存感激，满怀谢意，相信你所面对的问题必将启发你无穷的潜力。如果你对命运的一切不及，人生的生活的所有点滴，你都满怀敌意当作打击，就算你的脚本是喜剧，也有可能演出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。好坏全都掌握在自己手里，除非你放弃，除非你不争气，一言一行，一步一步会留下足迹，一言一行会留下成绩。努力不懈会创造良机，
主敬纯诚会创造奇迹，白羊大戏精彩可期，不要以平神自居，只要你小心谨慎答题，立愿了愿为第一，道之宗旨永不离，国规礼节莫忘记，言行举止要得体。所以说，等到有一天你要离开这个肉体，因为没有无执着，所以无忧无虑；因为没有无明，所以了无牵系。在仙乐飘飘当中，受诸佛营养的，就是奋发向上有为的你。令老母在龙华会上，令老母安慰的，就是光明清净的你。哎，这篇诗文，这篇论文呢，给咱公要做好，我要秀出来哈。咱现在有时间一来，写一篇论文呢，出来学习一下。因为老师就这样，我感觉讲真正对咱的修行过程当中呢，有足大的帮助啊。因为咱你也看，人生过程当中。人生过程当中，上可贵的所在呢，就是找一个应有的归宿。哦，你若无找一个应有的归宿呢，人生就是这个六道轮回当中呢，不断在咧轮回，无法找出咱永远的归宿。那么人生的大问题呢，就是爱知影人生的价值跟意义对。今天我们如果没来求得到，我们也是无无动动过一生。你不知道人生的真正意义跟价值是对的、哦、所以呢，你要看老师跟你讲，一个一个是你轻轻放在你的生命里、哦、一般都很重的放在你的生命里、哦、用轻轻的放在你的生命，因为我们人生过程当中拢会拄到足多课题，当咱的课题来，当咱分到一条科技线的时阵，咱要安怎去如何调节？哦，所以有当时啊讲，修行有哪爱看花后，啊，迄、那个花后要怎看？由上天分一条科技线过来，过来甲咱考看卖啊，就知影嘛。哦、所以讲，伊讲修道人，修道人拄到问题，你是习惯平心静气、感恩人生，啊是习惯我白的怒气、埋天怨地？哦，所以你啊看，平平拄到问题来，你是心存感激，啊是我白的怒气、怨天尤人？怨天尤人问题嘛是各自的。所以伊讲讲，一个人的心中呢，伊若存了偌济感恩，伊就有偌济福报。一个人的心中若存了偌济怨气，伊心中就有偌济痛苦。哦，所以感恩呢，是咱生活当中上好滋养啊。感恩呢，是咱强大内心的正能量。所以咱以前呢，拢爱抱着感恩的心来去做代志。哦，啊，其实感恩不是你讲哦，干脆咧个感恩呢，真正爱由你内心当中一个正能量流露出来，迄款感恩呢，咱较感受会到。哦，那无的话，咱也提物件互你，讲感恩哦。加一感恩，但是你若真正由你的内心，迄感恩的讲起来话就无同款啦。哦，所以感恩呢，不是讲你口头上的感恩，你要真正由你迄个处境当中所流露出来迄个感恩，人较感受会到的。哦，你啊看，为什么讲话一寡心道亲来咱佛堂？
伊感受着咱个运动个磁场，参外口个磁场特别无共款。为甚无共款？因为咱伫道场咧学习，拢是为着，拢是为内心当中所真正流露出来迄个迄款热情，毋是伫外口应付出个。哦，你也想讲，有当时啊，咱会去想，咱就想外口咧选你，咧选你个时阵，敢若毋是咧批评啦吼？讲即个情形，讲。哦，咧选举的时阵，看伊敢若讲足热心、足辛苦的，但是有当时啊，选了后呢，迄、那个态度就是无同款。但是咱伫道场呢，咱前辈者对学学的关心、照顾、照顾、栽培，拢无改变的呢，拢是遐真心的，拢是遐真诚的。哦，所以。人生过程当中，如果你对上天一切的安排，人生所有造物，咱拢心存感激，满腹的谢意，相信你所面对的压力呢，必将替换你无穷的潜力。哦，因为咱一个人的潜力呢是无限的，有甚物讲无限的？就亲像我迄天听到迄、那个，咱大人啊，反正迄个讲，伊讲的对啦，伊讲因智慧而对啦。迄大人咧爸爸水在咧饮水的时阵呢，因当时因家要到二楼迄、那个一坎对啦，一楼已经全部拢饮完了，我阿公因智慧呢，好都拼到第一。就是先把因阿嬷呢变去二楼，第二呢就是冰箱起来，就是困就变去到二楼啊。哦，迄人的潜力呢是无限的，啊，咱的人迄、那个潜力嘛是无限的。为什么讲无限的？因为咱的潜力拢是有佛菩萨迄款潜力，啊，咱无甲发挥尔呢。哦，像咱的爱心、咱的慈悲心，拢嘛是无限的，只是咱无法懂，咱无法度甲发挥到淋漓尽致。因为咱在想讲，对咱家的人好，但是对无熟悉的人呢，得搁打问号。咱袂当一视同仁，咱袂当讲把这个小爱呢发挥到大爱，所以呢。咱无法度，所以如果你面对命运的一切不及，生活的所有点滴，都当作打击，满怀敌意。就算你的脚本是喜剧，也可能演出变成扼腕叹息的悲剧。因为咱脑壁静静地甲回想，还是去看社会，我想问，为什么作者的喜剧就对了？到未来会变成悲剧，他们呢都满怀怒气啦，埋天怨地啦，都未心存感激。一个家庭当中，咱卖讲足大对无？干阿阿妈某一个家庭，哦，为什么离婚的遐多，家庭破碎的遐多？咱敢有去甲想象，真正去甲体悟？因为修学道，你若无体悟，你袂进步。哦，本来是咱来讲，咱初初结婚哦，迄个你爱我，我爱你，足好足圆满的一个喜剧嘛。但是经过了时间的历练，为什么作者变成悲剧？哦，因为就是咱拢无心存感激，咱拢无心存知足，所以呢，因为感恩，所以才会当知足，因为知足呢，才会当喜乐啊。
在感恩当中呢，咱会当消除了偌济的是非烦恼。在感恩中呢，咱会当互咱的家庭、互咱的世事，拢会当圆满。所以较早呢，有一个诶外国的老太太讲过，活到100几岁，伊讲伊下早时啊起来呢，食牛肉啊。一粒青，一粒红的。一粒青呢叫做感恩，一粒红的呢叫做知足。啊，咱逐天人拢会当讲感恩、知足，相信咱一天所过的生活，会拢是正能量，会拢非常的快乐，会拢非常的满足，因为你感恩。我在上天主比我亲阿哥会当传福音，上天主比我亲哥会当做代志。有足济个人无法做代志，有足济个人想要来听道理，伊嘛无法做。所以一切咱若要抱着感恩的心，咱个运气就做歹过。咱要改变家己，一定爱，咱要做。改变别人，一定要先改变家己。你要让别人讲感恩，你家己若无先感恩，别人会甲你感恩。这是相对的道理嘛？所以呢，人生在苦海当中，上重要就是啥？找回咱的本性，守住咱的本分，咱会当立定目标。安然自得，咱会当安心入定。迄个是人生，伫这个人生苦海当中，上最重要的事情。你若无守住你的本分，为什么要守住本分？因为在下甲咱讲的，物有始终，事有始终，物有本源，知所先后。知所先后，即无道。道道立而本立而道生。你迄个本若有立的，伊迄个德才生出来。所以咱人的本，迄个本分就是啥？仁义礼智信嘛，忠孝仁爱礼义廉耻，有没有？迄就是咱人的本，迄就是咱人的本德。素为八德是咱人的本分。啊，咱爱修筑好条，咱爱修筑好条。所以呢，你这个过程当中，咱拢爱舒舒服服的感恩啊。所以，好坏全都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，除非你放弃，除非你不争气，除非咱把这个机会放弃，除非咱就无要搁进一步，所以人生过程当中呢，一步一步会留下足迹，一步一步会留下足迹嘛。因为你要看过去的圣人，伊嘛拢一步一卡印，一步一卡印，诚实老实踏实，安尼修来呀。啊，伊的行为拢互咱看会着嘛。伊的行为咱拢看会着，咱拢跟着伊的脚步在行。有一日，咱嘛会成就啊！所以过去前辈者是从咧咧甲咱讲，圣人先知而发，就讲过去的圣人，咱阿未上会讲，伊就上心上做尽咧做啦。做落来看，贤人是见机而作，天有能力有够的人呢，伊看到前辈者的脚步。伊去学习呢，伊也去学习。愚人呢是失机而毁，迄个卡寒门的人，伊迄个机会失去失去，伊伫遐后悔，后悔呢，有法度啊，因为明年嘛，千金难买，早知道，千金难买，早知道。所以呢，咱爱去
回想，白羊大师经才普及，不要以凭神之机，只要小时因子正来。因为你这个白羊三者带来我讲，咱唔当拢以凭神，凭神的拢专门坐伫遐，咧人看你哦，你做了安怎？你做了安怎？你做了安怎？特别成功呢，你做咧，咱不全人看来讲，那个跟着我来，不是你去做，就是咱在有迄个以身作则，以身作则呢，先不再交代我们可能的方工作呢，咱袂使公布，你讲啊，我袂用，还是当然有无用的，我好啦，但是呢，咱应该来依。一唔当一评审之机啦，所以立愿了愿为第一啦，咱以文章，咱求得每一个人拢入了十条台湾，只要咱的十条台湾呢，会当去做落去，身心合修，是心是愿，是心忏悔，干那这两条路，咱有去身心合修。咱有实心忏悔，咱有实心修炼无？迄是足重要的呢。啊，咱修得那么十条在外，根根地在心。有当时啊，你唔知道你修炼在从啥？你无一个目标，你无一个方向。为什么咱爱常来运动？因为咱来学堂就是要加油嘛，你若听车无油，爱讲加油歹烦嘛。咱这佛公会差不多讲，迄上二工，定心上底吸袂着油，就小可变花又变花，要创啊？要加油嘛，干对？咱来学堂嘛是同款的，今仔日来学堂了，咱就爱等我。还等到一班安尼，明年安尼，明年几个月，两三个月，你的两三个月，你迄个心，那做江苏别人讲的哦，你敢会保持一条线？你迄个心会保持一条线，还是足平稳的咩？道心坚强，你的道心有修足条咩？你会受到环境的影响，起起落落的，迄才是重点的。所以你若无抓到重点哦，在修行过程当中呢，会拄到足侪课题，拄到足侪挫折。你该安怎去排解？来看咱家己啊。所以老师甲咱讲呢，佛归礼节莫忘记。不归礼节，我时常来讲，咱不归呢有十五条不归，有十五条不归，迄就是咱修行的准则，的规矩。来讲讲不以规矩呢，不能成方圆。所以迄个规矩呢，对咱来讲呢，有哪足般重要啊，足般重要。所以呢，在人生过程当中。咱要等到有一天，咱要离开了这个肉体，因为人生过程当中呢，有两项代志呢，咱袂使无去做。人生过程当中哦，有两项代志咱袂使无去做。第一，就是人呢，到最后一定爱死，安尼。对一个人哦，讲伊到最后唔免死的业障，无嘛？所以过去互我伫公司呢，阮同事时常咧甲我笑，讲实在，你吼有心哦，像我无心哦，到尾啊吼，拢死路一条的。你想嘛有影啦吼，到尾啊，大家拢要死的，但是伊唔知影讲，到尾啊死。
迄、那个价值是啥物？迄就是咱人生第二件代志，就是要选择。你的人生过程当中，你爱选择你要安怎生，就亲像咱拄好我讲讲，人生上看有诶上解大代志，就是你爱知影人生的意义甲价值。啊，你要有好的人生的意义甲价值，你是毋是爱选择？就今仔日，咱要来学堂一班。如果你若有代志啊，你是选择要去做你的代志，还是来选择来一班？哦，像咱徐兰子，对朋友坐飞机来的，不一定要去一班。这就是伊的选择。有智慧的人，伊就是选择有意义的人生啊。啊，那无意义的，我今天去人约会啊，要来游览三江啊，交15,000的，无来佚佗袂使啊，安尼。所以人生过程当中，两项代志非常不可得。人一定爱死吗？第二就是选择，选择咱要安怎靠价值靠意义，这个是上重要。所以呢，因为无有执着，所以呢了无谦虚；所以因为无有无明，无有无明，所以无忧无惧。迄个无明就是咱我互我讲个，咱人拢会无明，为什么这个无明才重要？就是咱我互我讲，人啊一句话，甲你关起来，甲你关起来，迄个叫做无明啦。所以呢，咱后壁等于哦，唔通是啊叫关起来。咱啊会晓控制家己，咱啊会晓控制家己。有当时啊，你若好关起来，有当时啊，用用迄句话出去，考倒倒千，你唔知影呢？你家己考倒倒千，你唔知影呢？所以，咱一定爱守住咱的口业。所以咱前头讲讲，留住口业啦，成果一半。你迄个口业若留会住？老会主了，身份就一半，因为十善业内底口业的占四项，足重要呢，足重要呢。所以呢，咱这个无明当中，你要去控制自己啊。所以呢，在现在调料中所诸果营养的，就是润滑有余的。但呢，等于回天要去。受到诸佛甲咱欢迎的，就是咱伫这个世间，你有作为，你有牺牲，你要无败坏这世间一段，安尼咱才受到诸佛的欢迎呢。在荣华社会上，令老母安慰的，就是光明清净的，咱的心清净，咱的心光明。等到遐嘛，光明嘛，清净啊！啊，咱个心伫这个世间，哪好光明，好清净？等到遐叫敢会光明，敢会清净？不可能！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啦，我哈就不去个解说啦。这边的氛围袂歹，有时间呢，咱就上去去解思想提出来研究，因为。为什么老师要甲咱做一篇训文？因为是修道了遇到问题尔呢，一般人嘛遇到问题嘛，唔是咱修道人，唔是咱修道人才会当遇到问题啊。一般人伊嘛是会当拢会遇到问题，啊遇到问题你要怎解决？是重点你要怎解决？你是心平气和，还是满怀怒气？迄两种诶，就无同款啦，结果就无同款啦。
所以呢，我感觉讲，这篇新闻对咱修行的人特别有帮助。所以有当时啊，咱的心若不如意的时阵呢，我拢会摕一寡困闷，会起来感受一下。你若拄着足生气，还是不如意的时阵，摕一寡圣人先佛的佛文，你家己哦，静静多，差不多啦。你家己真正有感受。咱大家有当有这个方法呢，试试看，试看卖啊呀。真正因为这，那个啊，咱讲师讲话讲，站在台上顶呢，袂使胡讲。咱就来听一解话题。无论生活有
相信，不惊艰苦做我主。I need